这个是第一天泡的，但是我发现我买的两个牌子的那个盒装的稍微好一点，这个你看，它的杯面，它人家都卷起来了，我这个都卷不起来，这样子的，把它撸下来做个泥吧。现在的手感有点像刮耳胶，但是它是粘的刮耳胶，现在就很像一坨泥了，我要给它改造一下。